耶、yeah, ！最后一趴了，是啊，你为什么耳朵还在这边啊？因为我觉得脱下来，他不想拿下来，他头发一定会很乱。哦，说的也是哎、欸，对，拿下来啊，拿下来啊，闻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你有包法网对不对？你有包法网，对，你就包着法网主持了，好想看嘞，好想看嘞。如果这样的，就我就变邪心。你不是本来就是了吗？你现在不是开始做搞笑的吗？没有、啊，什么两个月不洗澡，三年不大便的，计划那边死掉。好困难，好困难，好了好了，可怕，还想维持一些漂亮的形象，是啊，也是啊，对，不好意思，之后再多加一点邪心的元素，慢慢转变，没事。我想说，前阵子我们看到他说他不是也是金发，哎，对，好像现在反而觉得，哎，好像现在还蛮适合的，对对对对，反而觉得你自己喜欢你自己这样子金发还是？我觉得金发蛮好看，但是真的说实话，顾，嗯，不好顾，不好，它会变得有点。超级橘橘的，对，橘色的，而且什么吃多华要什么快三个小时，真的、哦、认真，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崩溃，我这不要再也不要漂多华，再也不要崩溃了，对。好，这个最近那个很多人又开始在旅游嘛，很多台湾都会去日本玩，又开始去日本玩了。然后你那个之前有出过那个日文的线上课程，没错，然后你有教大家那个旅游必学的日文，没错的。如果今天呢不付你钱，然后呢要让我们这么直接的，对，没付你钱，在这边我们就是要削你。嗯，无惧，无惧。如果学是必学，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有观众真的想去日本，你觉得有哪五句你觉得很实用的，可以分享给观众吗？嗨，有吗？但是我觉得首先一定要会讲どこですか。哦，どこですか。但是我说どこですか，他跟我讲我也听不懂啊。是吗？就是你有目的的时候，就比方说厕所，toilet。toilet はどこですか。哦，但是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我全部都不会，我所有的日文都不会，只要五句的话，对不对？因为这样我就等于是厕所どこですか，对不对？假设都不会的话，零一个都不会的话，一个都不会，必学的你不能学这个应用，不能有那让他们自己举一反三的。对对对，假设这个人什么日文都不会，但五句理由最实用。嗨，就只有嗨没了，你说嗨，没有嗨是一定有嗨。哎，需要帮你要加酱油吗？嗨，要大份的吗？嗨，要多收您十倍的钱吗？嗨，我是觉得最近就是跟台湾人一起去什么工作什么的时候，很常被台湾人问的是那个可以给我袋子吗？就因为大家想去便利商店或是什么 Donkey 还是什么的买东西的时候，一定想要我有对。我有很多外国朋友来台湾学，第一句也是这个，对，真的、哦，就是可以要袋子，对，塑胶袋，对，所以我就想要教大家袋をください，袋をください，袋是袋子，袋，但是小心一点，袋是袋子，但是袋是猫头鹰，OK， 就是不是说什么老师是老。老师，然后老鼠是老鼠那种感觉。袋，所以如果我说袋ください，他给我个袋子，我说呀呀，没有了，ください，没有了，店员要东西了，ください，没有，白痴啊，没有了，是的嘛，对吧？但意思上是这样嘛。好了，不要演这么多吧，太无聊了。袋，便利商店一定是中国人，就说你不要闹了，好不好？你会讲中文吗，老铁？猫头鹰虎大赛，猫头鹰虎大赛没有啦，不应该要猫头鹰。黑米虎大赛，哈利波特的那个黑米虎大赛，不会啦，才不会嘞。但怎么一直讲到哈利波特？奇怪，你现在造型是整个版本的爸爸，是那个才刚走的哈利波特。哦，袋，这蛮实用的，这真蛮实用，真的蛮实用的。对，因为日本一般也不会主动提供袋子。对，没错，之前前一阵子还会提供，但是前两个礼拜嘛，去日本的时候就真的哪一家都不会给。对，所以这个蛮实用，这蛮实用，而且像我都是一堆东西啊，我就。然后就给你只猫头鹰，给你只猫头鹰，你就放在这边。不会啦，我都没讲了，为什么还是猫头鹰？奇怪，我还从笼子里面。他在那边睡觉，他抓他的时候脚还伸超长，伸超长，哎，抓着不放那样的。喂，没有啦，
不会好不好？这个时候真的是。如果没有去过日本的观众，以为日本的便利商店有卖猫头鹰，才不会，那是他们的问题嘛。所以你发音要正确。对，那再一个。乌骨肉，乌骨肉可大赛。然后我也觉得在。就是大家蛮需要的是要内用还是外带哦、oh. 如果是内用的话啊，自己这样就知道啊内用，但是带走怎么办？所以学一下带走的意思。持ち帰り、持ち帰り，那怎么会的？因为我前几年跟他去日本、oh, 真的我去买咖啡，我想要外带，嗯、oh.然后你就查了一下，是不是？我排第一轮的时候讲英文，他听不懂。我说すいません，我去旁边查。再回来，持ち帰り。你看，你看，这是实用。骷髅，呜呜呜，大赛。对，很实用，真的很实用。持ち帰り，持ち帰り，哎，厉害，这个很实用，这确实是很实用的。持ち帰り是外带的意思，然后持ち帰り也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去什么女生的店。然后要带走也是持ち帰り。哦，难怪，难怪什么？因为有一年我在日本，我知道你去到那个，我去，然后我打 Google 翻译问他可不可以外带，然后他就这样啊，不行不行，他然后他说我家有狗什么什么的，我想说告屁事，妈外带一个热狗，问问家狗怎么样？你家狗不吃热狗的？对对，都是这个意思。持ち帰り是带走的意思。热狗店，对啊，对。如果前面加了我持ち帰り就变成要带走你带你走对的感觉、哦、所以就是因为可能你那时候讲到持ち帰り我是带你就打 Hot Dog 持ち帰り这样子就跟他确认不是带你这样子我有打请问可以外带吗 Google 翻译然后给他看他就哎呀呀呀呀那我懂我懂我懂哦难怪そうです还有吗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就好像已经很实用了对、啊、我们再一个好了我也想不到再一个就好第三个私じゃありません。私じゃありません。我家不在这里，不是吧？私じゃありません。我不用，我家不用。不是，私じゃありません的意思是不是我？就比方说可能、哦、上菜。对、就是、对，日本人不是很有谁怎么样怎么样吗？怎么样怎么样吗？或者是什么掉东西？哎，这是你的吗？或者是什么？不是的，不是你的。不咯，我的开心吗？没有啦，乱讲。或者是什么警察跟你说，哎，你那个什么啊？我私じゃありません。哦，或上菜也可以，对不对？可以。这个是谁的？嗯啊，私じゃありません。私じゃありません。对，怎么会这样啊？直接讲中文。哈哈，讲中文。那个，请问有猫头鹰吗？不要再猫头鹰了，不要再猫头鹰，很实用，很实用，这三句真的都很实用。OK OK OK、嗯。好，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挑战，没错，观众一定不知道我们要干嘛，没错，是不是以为要阿布讲台语、欸？不可能，台语，对台语，我们今天要超越极限，不入斯乌鲁托啦。你今天台，你现在台语怎么样？我的台语没有可以讲出来的，没有可以讲出来的东西，上不了台面的。对，只学了脏话。你吃大便的哦，那你说你吃大便怎么讲？力气加塞。他讲起来还是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有吗？讲美国人讲英日文的感觉。因为我是金文金啊，你对对对，金宝。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那个对，而且那个我们要给你一些就是好处，我们今天要玩的更挑战。然后呢，你也可以顺便就是帮我们指正一下。沒錯，我们今天要玩才知道日文才艺啊，日文才艺班，没错。以往我们都是用台语，现在要来考验一下我们两个的日语能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日文讲出来？可以。我跟你讲，我觉得日文搞不好比较简单，哎，对不对？哎，两位的台语是好的吗？可以说是 super 高，非常不行啊，跟我一样啊，也没到你，没你那么烂，没你那么烂，绝对没你那么烂，没有那么，因为我们不会 ，Licky just s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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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JS，Licky just say， 他们在乱讲。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因为我们日文绝对没那么好嘛，然后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动漫角色，动漫，因为或者是名人，名人，对，因为他们一定会有一些特殊的词，可能我们是记得的，搞不好就有机会可以描述出来。没错，没错，没错。那如果答案是可以用中文讲吗？答案应该可以用，答案可以用中文讲，答案还要用日文的话，对啊，不然他出一个什么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对吧？对吧？不会。
Viru Smith， Viru Smith， 全部都是银魂胶的。好好好，好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子，来吧。如果你抽出来，你不太知道，你也可以直接描述那个图，就是它长什么样子。哦、对对对对，我们可以讲出作品的名称，然后职业或者是它的名台词。嗯，反正想办法。可是这今天的规则就会比较简单，比较松一点。那我们就先请阿布来示范一题啊。你先偷看。我们一样抢答哈。对对对，我们把它，我把那关掉好了，我去关。哇，これは。難しい。難しい難しい難しい吗？很怀念吗？不是吧？那是難し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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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きます。哎，来。六先生可以吗？等那个，等那个工作人员福库洛回来。我不是福库洛啦。福库洛さん。福库洛义父义父。等义父回来。想起来了，义父嘛，对，义父嘛，对对对对对对对。行きますよ。来。これは人です。哎。でこれ台湾人ですね。哦。で、あの坊主。坊主，坊主，頭は小鬼，坊主です。坊主，頭は坊主，はい，坊主で，で，歌も歌いますね。欸，我可以是比动作吗？不行不行，啊，当然可以。歌いますし，歌，坊主，面白い，面白い。で、あとメガネ，メガネかけてる。メガネ、坊主，はい，歌，歌います。で、あ、YouTube もやってるかな。で、日本語上手。日本語上手な台湾人で坊主でメガネでおじさん。坊主是什么？おじさん。坊主。坊主啊。坊主，那是不是摩西吗？坊主，坊主。不是坊主吗？不是坊主，坊主啊，可以说ハゲ，ハゲ。哦，ハゲ，ハゲ。坊主，ハゲ，差不多。台湾人ハゲ歌。歌います YouTube。YouTube。YouTube， 嗯，面白い。面白い。台湾人，台湾人，男の人。我想说台哥，但台哥没有哈给吧？台哥没有哈给吧？我面白い。台哥有哈给吗 ？No。台哥No。台哥 No 哈给 ，No 哈给。しかも没有です。はい。哈给台湾人 ，YouTube。歌。歌。歌います。あ、日本語上手。日本語上手。はい。あ、日本語で彼の名前は日本語で綺麗。綺麗。はい。美丽本人。哦！哦！すごい！哎，这个很难。哇，好像啊！我看我猜一个，我猜一个 hige。hige 啊，好像就可以了。啊，对，我一直想象是这里还有头发的。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想成这个部长部长。因为如果 hige 的话，就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没头发，但是光头的意思就是光的，是脖子，对，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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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脖子，哦，哇，上了一课 ，S L Y K， 这样子，这样子，哎呀，比不出来，这样子。Jessica， 哎 ，Jessica， 他是哇 ，Jessica 是什么 ？Jessica 就是说韩团的人，哥，可是難しい，很难吗？韓国，嗯，韓国人，韓国人，嗯，真假？韓国アイドル，哦，韓国アイドル，我都唔知啊呢。少女时代 ，Big Bang， 哎，嘘嘘，哎，韓国アイドル，啊，何ですか？女、男？男？韓国アイドル男，太广了。对 ，BTS。乱猜やめません。乱猜。啊，这个柚子柚子。我别猜やめません。啊，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EA ダメ。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但是就是 BTS。我还在想要怎么讲，不是，他居然是别的男团，我也想不到怎么不一样。你可以说他，爱豆鲁，三文字の英語三文字英語三文字三文字三文字对啊三文字三文字周润发演过防弹无针不对太远了啦很多人不知道周润发演过换你我跟你讲哇
強いや強い強い私は、はい、早く早く私はコンウェイの天才です。おお、ね、私はコンウェイの天才です。超簡単です。はい、超簡単、はい、超簡単です。はい、これ人アニメの人イケメンイケメンイケメン、あ青いの目アクア、アリンマ、これ人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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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かヘアスタイル、ヘアスタイル、ヘアスタイル、青い、白い、白い、白いイケメン、あ、ご、ご、ご、怎么剩下的是什么？高桥沙头路 ，GJSTR， 沙头路，高桥沙头路，两米七天卡，两米七天卡，不能不笑，岂不要紧？嘿，すごい，你点过沙头路？何ですか？サトルお任せ。何ですか？お任せ。お任せ。お任せ。はい、両翼展開。高桥沙头路。ええ、アクアかと思った。アクアやスタウソ一样。アクアすアクアすと我推的。新演我推的那个。アクア、アクアの頭文字キロイン。虫吗？わかんない。キロ。黄色い髪の毛黄色。髪や髪、髪の毛や。魂ってあの灵魂。灵魂。我灵魂黄色的灵魂。我说桃毛。啊，桃毛。为什么要讲桃毛？是头发不行吗？我想在这个乱这个日文的露露里面，你跟他讲桃毛，他会比较听得懂吗？什么意思？我错了。君のターン。はい、君、私のターンです。はい、ネズコ。お、怎么讲出来？シール。不是不是。シールがネズコ。シールネズコ。太難了。可以。大丈夫。行きます。これは人です。人です。私と同じ髪型。あ、はい。私と同じ髪の毛。はい。金髪で。テイラースウィフト。惜しい。名前はアメリカ人みたい、外国人みたいな名前。あ、はい。テイラースウィフト。違います。アリアナグランデ。アリアナグランデ、不是金髪。すいません。あの男。日本人。クリス・ハイスワーズ。喜欢的，还说自己不是学喜欢跟我屁事。男です。金髪の男。日本人。日本人ね。はい。ローランド。そうです。OK。すごい。謝罪ダメです。謝罪ダメです。お前一个人。ダメです。名前は？对，可以。
意思，他说我同胞的鸡，是同胞的鸡，同胞的鸡，拿干嘛？拿干嘛？蒜头，蒜头，拿干嘛？拿干嘛？算了算了算了，行きます。はい、お願いします。行きます。鳥の糞さん。はい。鳥の糞さん。はいはい。外帯外帯。はい、これこれ何？これ簡単です。はい。これ。はい。男女じゃない。じゃない。じゃ、これアニメのキャラクター。キャラクター。はい。これこれ。好大。これこれ。何これ何。あの。うんうんうん。あの食べ物いっぱい。食べ物いっぱい。食欲いっぱい。ルフィ。じゃない。ルフィは男は。ルフィあった。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これ団長の。うん。団長団長のの。の団の長。好了好了。団長。好了好了。の団の長。OK。食欲いっぱいです。誰？これ。何色？これ、銀いっぱいです。お金持ち？お金いっぱいです。銀アニメのアニメの名前はアニメの名前はアニメの名前はション簡単なチレアニメチレアニメチレアニメこれアニメこのアニメ、うん、少女とトトロ No That's so hard これあの銀お金食力はい顔なしウリエナウリエナねトトロ編近いトトロの友達すまん太遠了お母さん想说カエル食べます、はい、おーわせすごい熱いもう一個ワンダス10点半行きます楽しい台語的嘛楽しいよわこれはやばいこれはやばいな大丈夫難しいこれは男です。で、みんな大好き。みんな大好き。トトロ？みんなあの会ったことある。会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あの年齢は上で年上結構おじさんで、あの美味しいもの大好き。ね面白い。美味しいもの大好きのおじさん。台哥，不是啊嘞！又，台哥，台上的，台上的，哦，我听不太好听了，我去猜这个台哥，越听越接近，越听越接近，差一点就怎么样，差一点就，哭嘞。おじさんの大好きなおじさんっていうタイプ。みんな大好きなおじさん。みんな大好きおじさん。对。甚至我还没讲台湾人。哇。はい。これ、あ、日本人。嗯。俳優。走天剑，不，瞎猜答案。No, I was inspiration. 仮面ライダーですか？仮面，新しいの仮面ライダーですか？若いの仮面ライダーですか？若い？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です。え、走天剑也是啊。菅田将晖です。
么？他最近有一部卡梅莱达，他最近喜剧开场的怪怪寄生兽哦，啊，还有那个什么连老师的 Q Q Q 就是这个吧？就是这个啊，对对对对对，结婚しました。結婚しました。はい。結婚です。你是要跟他结婚啊？嗯。你跟他结婚。他要跟克里斯海恩斯瓦斯。克里斯海恩斯瓦斯。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はいはい。怎么念啊？他的名字。对，怎么念？スタマサキ。他的汉字超难念的，日本人都。不太吃到他的话，念不出来。没关系，这台湾人应该有很多人叫他广田啊。广田さん，广田さん，还是有很多人叫他广田吧。これ簡単です。これ簡単です。これは、これ人、イケメンです。イケメン。台湾人です。一定人これです。イケメン、等一下，イケメン台湾人。え、五条悟じゃない。これ本物の人間です。あ、これ。みんな大好き。鸟屎山。いいだ、いやいや。我想说，感觉会讲自己。什么意思？原来会讲自己不对的哟。イケメン、イケメン、台湾人。みんな大好き。あの最近是最近的意思吗？最近は、あの新しいの驚いみんな TikTok みんなリオス今度は君はい台湾人イケメン真的今は星期五怎么讲あの金曜日。今は金曜日の夜。今は金曜日の夜。没跟到。十六栋。栋。那个不是栋。对。共用的，共用的。十六吨。共用的，共用的。哦。楽しい。十時だ。大丈夫。ラストラウンド。ラスト。あ。没有看我，我确认一下啊！阿佩玛利亚，近い。これは日本人の女の子です。で、アイドルで、もう死んじゃいました。ああ、ママ、お母さん、はい。ええ、めやしさん。あ、しんのあい。あ、すごい。正解。アイドル、もう死んじゃいました。あ、死んじゃった。是。我刚刚还想说是真的人，我想说啊，马上搜寻一下新闻，有这种事吗？啊，嬉しい，最后抽到愛ちゃん。强哎。哎，很好玩，再一轮啊，这样刚好轮完嘛，轮到你轮完，你轮我是轮完吗？是吧？轮到你才轮完吧？对，真的，大丈夫ですよ。他想完了，他根本就想完了，没差是不是？他终于有一个他可以参与的游戏，哇！これ啊，韓国人，また女の子，嗯，七アリダ，七アリダ ，no， 七アリダ ，no， 七アリダ哦。李德慧，是吉哈利达吗？不是，对，吉哈利达。哎，他的日文是什么？伊达黑，哦，伊达黑，伊达黑，伊达黑，就他的名字，他的韩文。伊达黑桑，哎，伊达黑，叫什么？还要，因为反正我们很快，对，很快，反正我们很强，很强，哇，跌倒，これ、哈，これ、簡単です、簡単です、これ、これは、これは海賊王の仲間です。あと未来の海賊王の仲間です。はい。海賊王。不是。これ。動物。人のみ。人のみ。はい。トニチョッパー。トニチョッパー。人のみま、对不对？人还是什么？人間のみ。人人果实。
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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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新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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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你还不要走，你还不要走，你还不要走，只是那个帽子，怎样？最后的时候，最后，来来来，最后的时候，最后，これダメ、これダメ、これダメ什么意思？これ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な。可以啦，可以啦，我可以吗？大丈夫，可以。我盲猜ですよ。我不确定他是谁。哦。形容。これは多分アニメのキャラクター。あー。ね、髪の毛は金髪で短いです。で、短い。髪の毛短い。はい、髪の毛短い。是一种发型哦。で、短いし、short。Yeah. Fuck you, Yumiya. Me, Yumi. Yumi, です。Yumiya, です。シュシュ。で、名前、Yumi。名前は三文字です。三文字。はい、名前三文字です。三文字。これアニメかな？ゲー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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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な？金髪で男？はい、金髪男で。金髪男？で、青い服着てる。青い服。青い服。うん、青い服着てて。青い服、金髪。わかったかも。あ、でも通ずぐらい。私一回生放送で遊びました。这是游戏咯。難しい。このゲームは難しい。なぜならばルールがないから。自分でこの開発していく。ここに何があります。ここに何があります。だから特にやること決まってないから難しい。はい。そうするとタイさん、タイ連全じゃん、ルイは。ユミ、ユミ、あと、あれです。自然の中で、で、いっぱい、自分で物を作って、で、移動したり、木を切ったりね、木を切って、つなげて、はい。リンク。林克，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那好像我有玩过这个游戏。自己讲着开始想说好像玩过。哦，林克，对，完全想说方向，我被困在三国。对，我刚才想说，我想说黄忠 ，F G O， 对我也是想说 F G O 那个最后那个人是谁？那个有那个圣库的那个武器库那个是谁呀？但拿弓箭好像又不是他。好玩。直接把这单元偷回去那个 YouTube 做了，嗨，就跟其他的 YouTuber 合作讲日文猜，对，搞不好他们没有我们厉害啊。对，我觉得刚刚猜到 Link 很厉害的，不知道用怎么用日文嚣张，我讲不出来。Yeah，OK， 好，这个今天感谢阿布来陪我们玩，辛苦了，很热，代价花很热，哎，真的变水星了。真的变血腥了，好看啊，因为美丽。我在学那个鲁夫。没有，你就是你自己。你不要从别人身上找到自己的特色，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巴比斯的阿布玛利亚。阿布的 Instagram， 然后 Facebook 跟 YouTube 频道可以支持一下。对，お願いします。OK， 那今天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抖内什么的看一下 ？OK， Koala Chow 100，其实也谢谢凯凯会员。27个月有阿布就是香，我爱阿布。谢谢。
阿发75元，讲到日文当然要学压雷压雷，可是那是韩文歌，压雷压雷，那应该是韩文歌吧？对，只有压雷压雷是日文。对，OK， 好，谢谢各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那这个今天呢就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感谢大家的收看，然后今天呢也要特别感谢英雄传说闪之轨迹，那在游戏今天刚上，大家有兴趣就去玩看看啦。好，特别感谢 Coca-Cola 跟一样矿泉水崩啊挂，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那感谢大家，谢谢阿布，我们下次再来玩。好的，下期见，拜拜拜拜。